你不是也把你地契了给我吗？说着说着了又飞掉了。你那么乱喊我，我还介绍给你。介绍我弟弟那么帅，你把你弟介绍给我以后，我跟你讲，我帮你多卖点货，一样的嘛。这是 的，那孩子是一家人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卖什么货？我天天给你在直播间卖货，直接不需要预约，来你来就卖。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。这是我姐呀。好的，弟媳，好好给价。你直接给我打卖掉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都要请你弟媳了，你还要这样子？那肯定不砍了，你是我亲姐呀，姐，亲姐，我还没有过门了，我就叫你亲姐了啊！哎，这两个跟这两个价格肯定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品质都不一样哦。你把这两件卖给我了，我跟你讲，回头我就去找你弟去了。卖翡翠送亲弟弟啊，这坑姐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坑不坑，来，你那么漂亮，我要这两件，其他的话好像都没有这两件好看呀，我觉得。就这件色的话，它要色要匀一点，而且的话它这个镶嵌的话相当于比较厚。你就知道你会挑货的，后面的话还没有垫底的，也没有垫色的。社会姐，你又来了。社会姐，社会大哥。社会姐，他们在叫我社会姐。两件一万八还是一件一万八？一件一万八，疯了你！他疯了是不是？钱想疯了，豪华箱的盖中盖呀、啊！姐妹啊，我都要成你弟妹了，你还要我弟媳呀？真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还要那么高干什么？弟媳喜欢的话随便谈呐、啊，好好砍，不要随便砍，我说错了。一件天水有没有机会？没机会，要过万的啊。要过万呐、啊，真的是眼睛不知道怎么看。他这边的话有好多，我挑了他两件最好的，你们可以看看姐姐们。他这个的话相对于比较豪华，然后旁边这几件的话相对比较简单一点，色的话没有这个辣，然后种水的话也没有这个好。他这个的话就是好马配好鞍，就打天数呗。不卖，我还要做你弟媳的大姐，你就这样无情的拒绝我了吗？嗨、啊，你说这种货没有过万，开盖必过万、啊、我们两个怎么成为一家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价格怎么成为一家人？估计融入不了。大姑子，大姐，哎哎哎，行吗？快点打个卖价给我，亲姐，我都叫你姐姐了，这个就算这样子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算七千八一件，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开盖必过万，你给我摆着，我要去先试盘一下，我等一下卖两万给你看。你们两万，那我两个还是亲戚，你还给我要那么高的价钱，真是的。你看，我拿回去给你们配一个十八 K 金的那种，每次来都砍那么低链子，或者是说再给你们配那种黑色的经典的绳子，这个色是真的漂亮。姐姐，认真给价。姐妹，给我一万，我就卖。弟弟这么帅，就这样了，姐姐。还要你帮我牵红线啊，谢谢。货先给我，我没有啊。两件我给你转。我没有说卖。我算一下，七千八一件，乘以二。一万五千六，就这样了。行，一件差不多。可以了，一件还差不多啊，两件一起打包的价钱。再见啊！给我发个消息给我。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了。发个消息给我。不卖呀、啊，真的。不卖的话，我就不发了。我跟你讲，不是跟你闹的、啊。反正咱俩都是一家的，对不对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得了啊，等一下我给你转钱。发现哦，我要两件的钱，不是一件的钱。两件一起打包，一万五千六，一件七千八。你发我也发，我在做梦。真的把你弟介绍给我啊，记着啊。走了啊，不给你那么砍价，谁给你啊？这个的话是十八 K 金豪华镶嵌的，而且的话是那种圆的无字牌，平安扣码，这种圆的无字牌的话代表着平安、健康、团团圆圆，而且色的话也是很辣的，有种有水有色，而且还是豪华镶嵌的。喜欢的姐姐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手料子。老板娘是卖翡翠送弟弟，你都不巴结我一下，还这么砍我？晚一点请你吃饭，拜拜。